世上之事，是否都有定规定法？你要想好自己去哪里，便是真正的离经叛道。不如回头，离经叛道，离哪本经，叛何方道？ 落叶堆积了好几层，而我踩过青春听见，前世谁在泪雨纷纷。一次缘分，莫奈重要之物，非父母亲，岂能触碰？蓝湛，要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好呢？是同袍，还是无一好啊？ 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挥剑转身，而鲜血如红唇。千朝记忆都是匹马的战士，伤人的不是刀刃，是你转世而来的魂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。 我怎么出征马蹄声如泪奔，青石板上的月牙，这一路定睡一宿。蓝湛，走了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，蓝湛，为无限难忘期，一定要在这个时候。 去世，他跟谁走，也不会跟你走。你以为你是是谁？你以为你姑苏人是是谁？当真以为我会反抗？将事之时，还请男二公子不要插手。 我那纯旧一叹，你有什么意思？不要随便去挑拨。我挑拨的又不是你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挥剑转身，而鲜血如红唇。多谢。蓝湛。 蓝湛，如果和他们之间必有一战，我宁愿和你决一生，至少死在你韩光君的手上，不后悔。 我对你用情极深，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怎么出征？马蹄声如泪奔，青石板上的月牙。蓝湛，你来了。 难忘机啊，难忘机！我是你什么人？我的事情，你能不能不要管？不管我当初什么，我曾经把你当做我毕生知己。 现在仍是。你飞入雪景，没人离别，我分享感动了谁？邀明月，让回忆皎洁，爱在月光。
想完美。